带你看金丝熊好不好养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哦，放啥放？抱住他，让他乱跑。叫不活了，有位网友发了一张。奇异的六角恐龙冷知识，一分钟看完你再决定养不养。虽然它小时候像只小鸽，但长大后就花似玉，头脑简单像只海獭，表面凶得不行，其实它头脑特灵，头顶有六颗粉红的腮，就像翅膀一样一直扇个不停。就算你把手伸进去摸摸它的毛，它也不会咬你。虽然它是一只还没自己饲料会的宠物，但是从出生就一副招人喜欢的模样，还拥有所有女生都羡慕的不老。
是在干那个的路上，对于有机会出门的狸花猫，基本不属于任何人。而他心里也没有什么概念，对于他来说，家只是个睡觉的地方，偶尔也会回来刷刷存在感。不过狸花猫虽然高傲，甚至平常还看不起，但是只要你真心待它，它肯定会把它最心爱的小老鼠当成馈赠。明天带你了解猫为什么玩够了才吃掉老鼠。笑不活了。有位网友发了一只很怕冷的猫咪。你是不是很冷？是不是很冷呀？